那我们今天呢、啊，再继续介绍我们这一章。那我们所有介绍过的那一些指令啊，都在各位的那个课本，各位的课本最后一页，你要翻一翻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就所有的指令在这里。好，我们总共有15个指令，那包括有一个是保留。哦，15个指令都在这里，15种指令，不是15个指令，15种指令，好、哦，都在这一章。那这些指令呢，各位不需要记，啊、哦，你不需要去背它，不需要去记它，通通不要，你只要会查就，啊、哦，只要会查就。那换句话说，我们考试会给你背吗？哦，我们就要在考试的时候，我们会印这一张给你。啊、哦，所以你只要会查、会用，知道它什么意思就。当然你不能说，哎呦，连什么意思，连这个图都要给你，都要不给你，那就没什么意思啊、哦。这个图不能不给，但是这一个最后这一页，这些指令的种类，还有它的格式，啊、哦，我们会不给。啊、哦，所以各位千万你不要说，哎呦，那这个图要背。好、哦，这个不要背，你也不要花时间去背。好、哦，你只要第一个会查，会知道说去哪里查。哎，翻开书本最后一页，啊、哦，你知道在哪里查。然后第二个，你知道怎么查，就这里面，啊、哦，比如说哪一个栏位是代表什么，然后哪一个栏位是代表什么，啊、哦，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这些代表什么意思。然后第三个，你要知道说这个指令。做什么事情、啊、你要知道他在上一个做什么事，那你只要知道这三样就好、哦、这样 OK 吗、哦、你就知道说这个指令到底要怎么样的、哦、所以我们考试会发这一张给各位，那你平常在做作业或者在看例题，你都是翻到这一页去查、哦、你不要尝试把它背起来，你连尝试都不要尝试，哎，就去查就好，啊、哦，这样 OK 吗？好，啊、哦，你把它背起来绝对没有交分的效果，啊、哦，没有，啊、哦，一点交分的效果都没有，所以你不需要去背它。好，但是你要知道说，哦，前面这4个栏位是代表。OP code， 好，然后后面这三个代表 DSP 是代表什么意思？然后后面这个 P 六这个九代表什么意思？啊，然后他们怎么样执行？他执行出来的结果，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个你要知道。哦，所以像这个图我考试我不会给你，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别看到这个指令，啊，你看到我们后面那一页那个指令，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指令的执行过程就是这样，这个是你必须要知道，啊、哦，然后知道这个东西其实不难，其实它有一定的规则，啊、哦，所以你只要指令多看几个指令，你就知道它们的规则，互相比较一下，啊、哦，你就知道它的规则在哪，你就写一个 PC offset 就，你就知道说这一个 offset 是针对 PC 而言，对不对？所以就要把 PC 的值再跟这一个 offset 的两个加起来，哦，那假如我们写的是像比如前面写的这个，这是 base offset 的6，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说，哦，这个 offset 是针对这个 base， 所以就要把这个 base 的值抓出来跟这个 offset 的相加，这样子，这样 OK 吗？然后当你看到这个 R。你就知道哦，这个算出来的这个 address， 这个算出来的结果是当做 address， 好、哦，所以你就去这个 address memory 这个 address 里面把资料的结果就抓出来或者放进去，因为这个是 ST， 所以你是把资料放到这个 memory 里面。好、哦，那这个 memory address 是由那个 offset 跟 base 算出来。所以只要看到这个 R， 你知道说这个算出来是从这里面算出来当做的对。所以只要看到，哦，这个 LDR 也是一样，这是方向相同。
然后你只要看到是 I， 你就知道要抓两次。好，就第一个算出来的，这个也是 PG of Z， 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哦，把这个 PG of Z 跟这个 PC 加起来，那因为是 I， 所以加起来的 address， 好，加起来的 address 去把它抓出来，当做 address， 再去抓一次，哎，这个结果才是真正的。那这里是 store， 所以就是把这个 S R C 在这里放到这个位置。好，那假如 L B L B I， 那就是把这个抓出来，结果放到 E S B。好，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后面是 I 还是 R 还是也没有 I 也没有 R， 那你就知道，那这个整个格式都是这样。好，所以你不要把这15个指令用十倍的。哦，就要不要用十倍，哦，你要去比较它，哎，这个后面有一个 I 是代表什么意思，有一个 R 是什么意思，没有 I 没有 R 又是什么意思，那之前过程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你只要记住一个 I， 那只要有 I 出现它都不一样，哦，那只要记住这个 R 的意思是什么，那只要有 R 出现，后面是 R 出现，那它整个之前过程都不一样，哦，所以事实上你要理解的就是两三种，没有 I 没有 R， 有 I 有 R， 就这样，就这样而已。好，然后假如是 LP 跟 ST 方向相反，就这样而已。好，所以你要把它归纳一下，花的时间自己归纳一下，反正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归纳的方法。好，你不要说，哎呀，我讲，我觉得我这样子这个归纳的方法，你觉得说哦就是这样才对，没有所谓对错。哎，来来，感谢。哦，念书跟做事的方法没有对错，绝对没有对错。哦，有的只是说适不适合你。像有些人念英文是怎样，拿一本字典背单词。哦，我看过有的，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他把那个梁实秋那个，你他们也有梁实秋啊，你不要小看他们。那梁实秋那个字典背上。背，哦，那我真是不可思议啊！那梁实秋的字典，人家叫我背啊，我连查都懒得查了，说实话，对不对？腿那么大，他怎么背起来？好，哦，那当然，第一个他有兴趣，第二个他的环境跟我不太一样。哦，像我们台湾的学生，哇，这个外面多好玩啊，干嘛要每天背英文字典，对不对？哦，去打个球啦，去上个网咖啦，去什么，多好玩啊！但他那个地方没有，哦，他那时候就是被下放到那个哈尔滨，就东北那边去农场，他整天就看到，啊，不是整天的，就一年大概的时间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对不对？啊，对我们来讲，哇，雪好好的，现在特别跑到台湾上去看雪，对不对？哦，因为台湾很少看到雪。那对他们来讲的话，每天看到都是血，烦死了，哦，也不能出去，也不能玩，要关在家里，啊，也没有电视啊，对，是劳改还可以看电视，那每个人都要去劳改，哦，他所以就在关在房间里，哦，劳改你们知道吧？劳改，啊，就是大陆那个文化大革命，把那个所有的知识分子下放到下乡去，啊，后来他整天都没事做啊。他就背英文，他们真的给他背起来，哦，啊，所以他那个考那个托福啊，他考的比美国人还高啊，啊，我们那时候托福是满分680，所以他考的好像差不多是将近680，哦，那你看你所有的单词都背起来，老美还没有这个人脉，全部都背，啊，但是这个方法不见得适合所有人，对不对？假如你一看到那些单词。你背那个单词烦死了，那你就不适合这个班，你就要找你的班。啊，那有些人是怎么样？有些人是说，哎，他可能喜欢看一些幽默的小品，啊，英文的小品，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增加他的阅读程度，这个也很好。你只要你喜欢这个东西，对你很舒服，有帮助，那这个就是对你的帮助。啊。
所以你不要说哎，人家这个方法你叫效法，那效法假如不适合你，其实不是不见得适合。好，好，那这种不一样，你在记这些东西，你要用你自己的。啊，甚至你跟编一个故事 ，I 是代表什么 ，R 是代表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够帮助你一下。啊，好。所以我们已经介绍完这一个 move 的 instruction， 好，就是 data 的 move， 就是专门从资料，从这边给它移到哪里，从这边给它移到哪里，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几乎所有的这个 data move 的 instruction 都是跟 memory 有关系，就从 memory 把它移到 register， 或者从 register 把它移到 memory， 对不对？就只有一个例外 ，LEA。好 ，LES 跟 memory 没有关系，对不对？算出来结果，你就放到 PC。啊，就只有这个 LES 例外，那其他的都是跟 memory 有关。啊，然后我们也介绍完了这个 operate 的 instruction， 就是做加，然后做 and， 做 not。啊，这三种指令。好，那最后一种呢？我们最后一种的这个指令呢，就是 control instruction。然后在介绍这个 control instruction 之前，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个小程式。你要知道说介绍这个程式要干什么，然后程式的是什么东西。啊，那基本上呢，你写一个程式就相当于一二三四五六七，比如你有一个程式，然后这个程式呢是由七个指令构成。啊，那至于说这些指令要怎么，这个要怎么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要先知道说。我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你要先要了解问题的所在，然后第二个你要去想说，哎，我怎么样去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等到你把这个每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想出来以后，那整个合起来就是我们叫一个演算，叫做演算。啊，那演算法也是没有一定，每个人想出来的方法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人想的。这个想出来的方法很简单又很快，啊，有些人想出来的也算法可能很啰嗦，啊，然后做起来很慢，但是不管怎么样，演算法最终的一个目的，就你做出来结果就是对的，对不对？你要结果演算法的结果做出来是错的，啊，那你他说不要做，对不对？答案都会给他输出是零，啊，不管什么问题输出都是零，啊。所以演算法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你要算对答案，对，好，那这个是最主要的目的。那至于说你希望它做出来比较快，啊，那个当然是对于你的这个设计出来的产品是比较有用。你做出来比较快，人家就会买；啊，你做出来比较慢，人家就不买，那所以你就卖不出去。啊，但是你假如你做出来的东西是错的，那就没有人买。啊，这绝对是没有人买，啊，即使你再送给人家，人家也不要，啊，更不要说你要卖便宜点，你就卖不出去，啊，所以现在也算法一定要对，所以你怎么样去设计这个程式，就是你要先做一些程式设计的东西，啊，那基本上怎么样去设计一个程式，我们下一章会稍微提一下，啊，那只是稍微提一下，那最重要的就是下节课各位程式语言，啊，那个那门课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去设计。好，那所以说基本上这边有七个指令构成一个程式，然后这七个指令呢，它都是每一个指令都是16个 bit， 好，那所以刚好就放在一个 memory 的 location 上面里面，我们说一个 memory location 就放16个 bit，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这16个 bit 放在哪里？放在 memory 3.26，所以我们这边。啊，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 memory， 有一块 memory， 好，这块 memory 是从0000，位置从000开始，对不对？好，那一直到最后 f， 位置是16个 bit， 啊，这是最大的位置。假设我们是位置是16个 bit， 那所以你这个0000，然后第一题的位置从0000一直到 f， 那假设我们这七个指令。我们是从这边开始放，3.26，啊，这边开始放，所以这里就放第一个，然后再来3.27，
就放第二个实验，就放到三点二四，所以我们这七个实验就放到这里。OK， 所以这是在机体里面哦，这上面我里面。啊，这个我们的程式是放在机体，然后呢，你要执行，要执行这个程式，基本上电脑就是经过那个一刷就筛。哦，就是第一个先把指令抓到 IR 里面去，所以我们这里是我们的这一个 control unit， 啊，我们把它放一下，这边是 R0 到 R7， 啊，这里有八个 register， 对不对？在我们的那个 ALU 里面有八个 register， 我们叫 register 八，啊，就是这八个 register。然后再来有一个 PC， 就 program counter， 然后再来有一个 IR， 啊，有一个 IR， 然后呢再来，好，就这样 OK， 好，然后刚开始我们要执行这个指令之前，电脑会把三年没有用放在这里。三年没有使用，啊，因为这个程式的第一个指令在三年没有使用这个地址里面，所以他会把这个三年没有使用放在里面。那各位问说谁放？假如在以前的电脑，那就要这个操作的人要去按，啊，所以我就有按过。啊，你说啊，我的程式给他放进去，然后我就在这边给他按进去 PC， 按三年没有使用，然后按完了以后，它就有一个键。是 run run 就开始执行，那就按那个键 run， 好，那就开始执行，这样，好，那你现在的电脑，现在的电脑都不是用人按进去，就是 OS 里面的那个作业系统 Windows， 它会把这个程式载入，啊，当你执行一个程式的时候，它会把这个程式从那个硬碟搬到 memory 里面。啊，这个我们叫 load，load， 就跟你们在下载那个是一样啊，下载程式从网络下载程式，所以他就把这个程式啊，原来这个程式是在硬碟里面，啊，然后这时候你叫他执行这个程式，他就会去这个硬碟里面把这个程式找出来，找出来以后，然后他就把它放在机体里面，那至于说他机体要放在哪里？作业系统自己知道，他知道说这记忆体哪里有空，啊，那他就给他放进去。那比如说他放的刚好就是三年来的起始位置三年来的，然后他把这七个指令放到记忆体以后，他就把这三年来的，因为他放了嘛，所以他当然知道起始位置是多少，对不对？然后他知道起始位置三年来的，反正他就把三年来的放到 PC， 放到电脑的 program counter， 然后一放完了以后。就没事，就这个电脑自动就会执行，这些指令。哦，那它怎么执行呢？好，第一个就按照我们的 instruction cycle， 第一步是什么？是不是 instruction fetch？ 对不对？它不是好几步嘛，对不对？那第一步是不是 instruction fetch？ 那 instruction fetch 是做什么事？哦，把这个三年没有留，对不对？当做是记忆体的位置。所以把这个三零 F 六送到哪里？送到 MAR， 我这边有一个 MAR， 然后有一个 MBR， 我们说是记忆体的界面，是这两个位置，对不对？所以他就把三零 F 六哦送到这里，送到这里，哦，然后送到这里以后。那个 control unit 又会发出一个值，发出一个信号，叫记忆体读，就是把三零 F 六里面的内容读出来。好，那所以这时候三零 F 六里面就那个指令，对不对？就这个指令，这个指令就会被读出来，放在 NBR。好，然后放在 NBR 以后呢，再从 NBR 放到 IR。所以这时候这个 IR 就会放在这里，就这么一个，
那个指令原来在记忆体这里，就会透过 NDR 就读到它了，然后读到 IR 来以后，这个 PC 它会自动加一，所以这时候 PC 就加一变成3.27。好，所以这个也算是背景就做完。那再下去是不是要什么？下面其他的步骤，好，要去解码。第二个步骤是解码，解码这个指令，这是 IR 里面的指令，到底我要做几？你要叫我做什么事？好，那这时候他就先把前面的四个边 OP code， 1234就是这个蓝色的部分，蓝色的部分就是 OP code。而电脑呢，就会把112这四个 bit 抓出来，说：“哦，原来你要我做 LEA 这个事情。”好，那 LEA 怎么做？就是我们前面这个。他说：“哦，你要叫我做 LEA 这个事，因为前面这四个 bit 是112。”他说他就会产生各种控制信号，去让这一件事情做完，就把这个指令做完。好，所以他知道了你要我做110，对，所以他下一步就是做什么 ？Evaluate Trace， 是吧？你说是 Cycle 的第三步，就是要去 Evaluate Trace。好，那 Evaluate Trace 怎么 Evaluate？ 哦，他说哦，你就是要我从0到8这九个 bit 抓出来，从这个 IR 抓的，所以这边这个 IR 就是这边的 IR， 所以从这边抓出来九个 bit。然后呢，经过3 extension 到这里来，然后再把 PG 抓过来，然后两个加起来，所以他先 evaluate address， 先做这一个步骤，先把这个 PC 还有这个3 extension 先做完，然后呢，再来就执行，就真的把加起来执行，然后执行出来结果，然后把结果 store， 对不对？那这个结果呢？把 store 挂住，这是最后一步。你算是塞给最后一步，是不是 store s t o r？ 把结果存起来，然后他就把结果存起来，存起来。那这就做完，这个指令就做完。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指令。他做的怎么样呢？这个 control unit 说，哦，化学说你要做 LEA， 因为是11。所以他就把后面的这九个变0到8变成0到8抓出来，然后跟 PC 加起来，对不对？我们这一组 PC 加起来，好，那这时候 PC 里面的值是多少？这时候 PC 的值已经变成3.27，对不对？那注意哦，一定要注意哦。当我在抓指令，从 memory 抓到 IR 的时候 ，PC。它自动会加一，所以当你在执行这个指令的时候 ，PC 已经加一。所以我们就把 PC 的内容3.27跟这个后面这个值两个都相关。那后面这个值是多少？因为这个最左边这个 bit 是一，就代表它是负，对不对？那它是负多少？你就把它用这一个，把这个一直加。看要加多少，它才会变成0.1。就我画那个图给各位看，你知道那个图，这个负的是什么意思？好，那你看，你就加一个一，它就变成1，再加一个一，它就变成1，再加一个一，它会变0.0，对不对？这里就是加3，加3它就1.0。好，所以这个图就在我身上。所以当那个数很小的时候，你就是用这样子，就很快就知道说。这个值代表是负多少？是负一还是负二还是负三还是负四？很快就知道。好，所以关键是我们要把3.27跟负三加起来。那3.27跟负三加起来是不是变成3.04？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把3.04加出来就是3.04。
放到哪里？放到这里。哪里？对不对？这个叫做结果要放到这里。热值等于好，好，那所以这个热值是 R1， 所以我们现在把三连 F4 放到 R1 里面，那这个值就会做，所以我们这时候 R1， 这也是 R1 就放三连 F4， 就等到我们执行完这个指令完了以后 ，R1 里面的内容就是变成三连 F4， 那你原来 R1 里面的东西已经不见了。好，已经被我这个三个人干过去了，所以那个东西，那个原来储存的东西是什么，不管是什么都不见了，了解吗？好，好，那我们第一个指令就做完了。好，这时候呢，再做下一个指令，所以又回去 instruction cycle 的 instruction page。那 instruction page 他又把 PC 三连 F7 又送到 MAR， 所以这时候 MAR 就变成三连 F7。啊，你这个应该要仔细听哦，因为课本没有，课本不可能给你写这么详细，然后给你写这么详细，这个课本就要变得多大这么厚啊，所以他不会给你写这么详细。好，那所以我现在把三六 M 七就送到这个 MAR 这里，然后就送一个 read 的信号，所以就把三六 M 七的这时候里面的内容就是这个，这个指令存在三六 M 七里面。所以这个指令就被抓住了，抓到 NDR， 然后再通过 NDR 就送到 IR。 好，所以这时候这个 IR 就变成这个，啊，00001001001就这个，就会放到中央，然后 PC 会再被加一，好，所以这时候 PC 就变成3.08。好，所以这时候你双线背起就结束了，那下一步就是要去解码，啊，解这个放在 IR 这个指令的，对不对？那这个它也是一样，看前面的四个变。哦，你要叫我做加，对不对？然后再看第五个变。哦，你这个要我这个第二个 sort 是 immediate 的 operation call， 对不对？也就是说，你的加速被加速是在零零零这个位置，然后加速呢，加速是在这五个变量，这样子，好，所以他就把这五个变量抓住了，那经过 sign extension 变成16个变，哎，然后跟 R1 这个是 SRCY， 对不对？啊 ，R1 里面的内容抓出来，那 R1 里面的内容我们刚刚是存3.04，所以把 R1 3.04的内容抓出来，跟这一个值叫什么？因为这个值最左边是零，所以它是一个正数，所以经过三零乘以就会加11个零，在左边变成16个零，对不对？啊，所以我说这边是什么？跟这一个经过三零乘以以后，它是在零零零，然后这边这个是多少？这个数是这个值是多少？连再加一个一，它就是 F， 对不对？它少一个一，所以就是 A B C D E， 对不对？也就是14，对不对？哦，时间位的14，然后就是，了解吗？所以我就把3.04跟0.001加起来，啊，哎，就是它这边的14。所以这边这个是时间位。它，啊，这个是16进位的3.5F4，啊，你全部给它弄成16进位也可以，你全部弄成10进位加也可以，你要把它这个是16进位，这个10进位加也可以，只要你结果是对的就好，啊，
好，他说这个现在是老交情，你们跟我讲。然后四跟一加起来是多少？四跟一加起来是多少？是不是三？四，四再加一等于多少？三还是二？啊？不太知道，对不对？还是一？你就写在这上面，好啊，那你就怎么算？来，四跟一加起来等于多少？你用手算的，你看这样手指头算。来，一再加一就变成 F， 对不对？一加一就是 F， 它再加一就是，再加一就是零啊，它再加一就是一啊，再加一就是二，再加二四，这就是二，对不对？哦，就这样了。好，这就是二。那二然后进一，十六进位，我们现在在算十六进位。好，那一加 F 是多少？是不是零？啊，就是零。那再进一，那就是一，那就是三，所以就是三一零。啊，这很难算，对不对？但是我们用电脑算，它很简单。电脑很喜欢这个东西。啊，我们不喜欢这个东西。好，所以这就是 x 三一点二。所以把它的结果都要加起来，然后放到哪里去？放到零一零，这是 DSD 对不对？那零一零是 R， 哎，所以就把 R 在这里，所以放这个三一。所以 R 二里面原来的值也不见了。好，不管它原来是什么值，现在对我们三一零就是三一。好，那这时候我们这个指令就做完了。那再去做下一个指令，所以又回去 instruction page， 所以又把三年份八 PC 三年份八送到 MAR， 所以这时候 MAR 又变成三年份八。啊，然后 control unit 又叫 memory 读出来，所以第三个指令在三年份八里面是存这个指令，这个指令就会被从记忆体透过 NBR 放到 IR，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 IR 里面内容不变，就变成这样零零一零一一二三四，就第三个指令就会被从记忆体抓过来放到 IR， 然后我们的 PC 就会被加一，好，它自动会加一，好，这时候变成九。所以你发现会已经做完，那再下来我们就要解码，对不对？ IR 要解码。那解码一样，把前面三个 bit 抓住，前面三个 bit， 那前面三个 bit 是零零一，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零零一在做什么事。零零一，零零一，我也不知道它做什么，所以我们要看这个查一下零零一。零零一，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哦，它做的是 T 的动作。那 ST 的动作是什么事？要怎么做 ？ST 就是 BC offset， 对不对？哦，它是 BC offset 加 BC， 好，所以我们就这个是做 ST 的动作，这个是做 ST 的动作。我们把 BC offset 抓出来是这九个 bit， 对，这九个 bit 各位看，哦，这个 bit 是一，所以它是一个负，对不对？我把这个值。跟 PC 哦 ，PC 各位要注意哦，现在已经变成三零 F 九了，不是三零 F 八，所以把三零 F 九三零 F 九跟这一个加起来，跟后面这个加起来，它后面这个值等于多少？后面这个值等于多少？哦，你想要把它变，因为它是一嘛，
是负的，他就把它再 two complement 一次，啊，所以就会得到这边都是零，对不对？就是这一个，我们有时我跟各位讲说，有一种做法就是从右边往左数，第一个到第一个一，你都不要动。对，然后呢，所以我们说第一个一在这，然后后面的是一变零零变一，哦，所以变成一零一零零零零零，那这边一零一是不是五？所以这个指数。啊，这是一个做法。那这个通常比较啰嗦，所以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你把它加一个一，它就变成一零零，再加一个一变成一零一，再加一个变成一零，再加一个变成一一，再加一个一变成通常都对，所以加了五次，那所以它就固。哦，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结论。哦，事实上是用加的啦，电脑是用加的，但是我们人用减，减五。零八减五，这个减五出来是不是三零二四？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你把 PC 减五，好，然后我们现在做 ST 的动作，也就是我要把值存到这个三零二四，地址是三零二四的地方。那我要存谁的值 ？source 在这边 ，src 在这边零一点。也就是 R2 是什么？三一零，对不对？换句话说，我现在把三一零二要储存到三零 F 四的地方，啊，把它储存到三零 F 四的地方，这样 OK 吗？好，所以我们这边是三零 F 六，那是三零 F 四，三零 F 四。对，哦 ，R2 在这边，哦，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三零 F 四存在 R2，sorry， 把 R2 的东西存到三零 F 四，那 R2 里面放的是什么？是三一零二，所以我现在把三一零二存到三零 F 四的地方，对，那三零 F 四在这边，三零。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把 alias 三点二就成了 ，OK 吗？好，所以这个就是 ST 的动作，把 R2 里面的内容 ，R2 在这里 ，R2 里面的内容是多少？是三点二，存到 PC offset 加上 PC， 那也就是三点二四，存到三点二四的位置。对那个，所以这三一零二我们到了，明白吗？好，所以我们第三个指令就做。那这种写法，后面这个写法是他在解释，说这个指令在做。这个指令就是把 R2 里面的内容放到 PC 节录的，放到我们写上 M， 然后再自动挂五。就代表说，你把它放到这个位的 memory 里面，所以 M 就代表 memory， 好，放到这个位置的 memory 里面。那这个位置是多少 ？PC 减五是三零 F 四，所以然后 R2 内容是 X 三一零二，所以这一个是在做这一件工作，然后实际上就是这个工作，因为 R2 这时候是三一零二。我把三一零二放到，然后 PC 节点是三零 F， 放到三零 F 四，位置是三零 F 四的基。好，所以我们就把它三一零二放到三零 F 四。OK 吗？好，这第三个指令就做完。然后再来，我们要再进入下一个 instruction cycle， 所以就是把三零 F 九放到 MAR， 对 MAR 这边就是三零。好，然后 control unit 又叫三零 F， 这个第一题三零 F 九的位置的东西被抓出来，透过 NBR 放到 IR，
所以 IR 这时候内容就变了，它就变成这一个，变成三年没有写的时候是0101，然后0101.1.1.3，就变成这样，所以 IR 这时候变成这样，然后 PC 又自动加一，对不对？所以 PC 就变成三点五 A， 九上帝就是 A， 对不对？就这个三点五 A。好，那这时候呢，可能有人又开始急了。好，刚刚说，哎，这个指令要做什么事？那我们来看看0101是做什么事？哦，我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尝试0101。所以你也知道我没有背了，我真的没有背，吵就吵啊！好，0101，然后0101，他说：“哦，你要做 add 的动作，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要再看第五个变。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五个变。第五个变，哎，我是不是少写一个变？好写的一个变，三连五点，这里五个点，这里五个点不是四个，我就写四个。好，这里是五个点，所以这时候呢，他要再看第五个变 ，bit 五，好，这是 bit 零，这 bit 五，哦 ，bit 五是一，所以代表说第二个 SRS 的来源是 immediate， 对。好，然后第一个 SRC 呢是010，换句话说我要从 register R2 把内容抓住，把 R2 的内容抓住，然后把 R2 里面的内容跟我这个0000五个零，还要把它删一个分析，就变成16个零，对不对？把这一个五个零做删一个分析，变成16个零。然后跟 R2 里面的内容做 N， 那 R2 里面的内容是不是3102？3102跟16个零做 N， 结果变成什么？变成16个零，对不对？好，然后再把 N 完的结果放到 R2 里面去。所以这个意思代表什么？把 R2 里面的内容清掉，啊 ，clear 掉。所以只要你要做 clear 的动作。你就是要用这个非常好用啊！你要把某一个任务的内容把它变成零，全部都变成零，你就是用这个词。啊，好，那所以你看 R2 的内容，我不管你是什么，只要跟16个零的做 end， 你全部都是零，是不是？所以做完这个指令以后 ，R2 就变成负值。然后之后就说 R2， 啊，就变成。16个零，对 ，OK 吗？好，那我们就做完这个指令。所以这个意思就是零，把零放到 R2 里面，就是 R2 就是空这里面 ，OK 吗？好，那这时候这个指令就做完了，所以我们就进入下一个instruction cycle， 又去做instruction fetch， 那又是把三零零 A 送到这里，然后说这时候。好，然后电脑会送一个自己的指令，说把三零 FA 这个记忆体，这个位置是三零 FA 的这个记忆体的里面的内容读出来。那这个三零 FA 里面的内容，我们放的就是这个指令，对不对？所以就把这个指令读出来，啊，这指令读出来，这时候 IR 的内容会变。好，所以呢，就变成。零零零一，
连一连，连一连，连一连，好，连连一连，然后呢 ，PC 又加一，那自动会加一。好，每次读完一个指令，做完读一刷就废，它会自动加一。就是说刷成成，对。然后再来就是去解码，解码的话，它就看前面四个变零零零一，这个就一样，对不对？零零零一就是加，往下是加，就这里是加，哦，这是做加，啊，做加。然后加再看第五个 bit， 这个 bit 一是一哦，所以代表说后面这个是 immediate， 这样，所以我们就把 R2， 对不对 ？R2 是零一零二对，把 R2 里面的内容跟这一个经过三 A 分解以后加起来，那 R2 里面这时候多少？四个零，十六个零，对，然后后面这一个。零零一零一就是五，好，那经过三 A 申请是在补上十个零，对不对？有没有正？所以就把零 R2 里面用零，再加上正，得到结果是正。然后把正放回去 R2 里面，所以 R2 这时候里面就放四度。好，这个加油。那这个就是这边所讲，你的 R2 加上结果再放回 R， 因为 R2 刚开始是在执行之前是零，所以零加了我们就是就是就放进去，就是 R2 所以我们这指令就做完，做完了以后再回进入一刷线三零，对不对？还有执行一刷线背景，再把三零零 B 送到 MAR 了。好，然后呢，再是 read 的动作，就把302B， 这时候302B 我们说它存的是这个指令，就是把这个指令透过 NDR 就放到 IR， 所以 IR 这时候就是选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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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啊，我们把这个例题讲清楚。对对对，啊，不然等一下再上课我讲一句话。好，那我们来看看，经过这个指令抓到 IR 里面以后，它就解码，下一步就解码。那解码来看，把四个 bit 抓出来，前面四个 bit， 零一一，大家看看零一一在干嘛？在做什么？零，它就是零一一，对不对？哦，我要做的就是 store 的动作，啊，就是储存的动作，只是储存在干嘛？你的位置要从哪里来？要从 offset 一个 bit 算出来，然后呢，把这个 register 里面的内容送出去，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先算这个地址，啊，好，啊，好，那这个地址怎么算？把这个 offset 抓出来。这个 offset 抓出来以后，跟 base 一 re 嘛 ，base 是 re， 那 re 是什么 ？re 里面的内容现在是不是三零二四？所以就把三零二四抓出来。302抓出来，跟这个人后面这一个经过302相加，那这个因为它最左边的 bit 是零，对不对？就它是一个正数，所以经过302就补上这一个十个零，好，左边补上十个零，所以就跟000，然后这个是多少？110是多少？是不是一 A B C D 一的一？来。好，那这我们刚刚做过了，对不对？四加一等于多少？就是2213，就是301，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哎，你把 source 在这边有一点，
你把 R2 连一连个 R2， 你把 R2 里面的内容放到哪里？放到地址是3012的那个 memory。OK， 好，那3012在哪里？3012在这里。哦，地址3012在这里。那 R2 里面的内容是多少？ R2 里面的内容现在是，对，真是把五放到这里，就这样 OK 吗？哦，所以这你这一个是 STR 的动作，所以你要把这边的哦这个抓出来，跟这个 base 001里面的内容做相加。相加的结果还是你要存的那个记忆。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做完了。做完了以后，他又进入下一个遗传线上，所以他又把3012C 送到这里。这是没有3012。然后呢，把3012C 里面这个指令，读出来，通过 NBR 放到 IR。好，所以 IR 这时候。内容又变了，它就变成好，刚刚把它读进去以后，然后 PC 它就会加一，所以变成一，三零零。然后他开始去解码，他要找把前面四个变一零一零抓出来，看看他要干什么事。好，那我们来看看一零一零做什么事。一零一零就是 LDI，I 哦，各位看到 I 的话，就知道这个要抓两次，对吧？没给他抓 LDI， 好，所以一零一零。那所以我们就把后面的九个变的抓出来。后面你九个 B 的抓出来，然后抓出来以后再跟 PC 做相加，做 sign extension， 然后再做相加，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给它 B I。好，所以把后面九个 B 的抓出来，跟 PC， 这时候我们的 PC 是多少？是不是3012B？对不对？好，所以这3012B。然后跟后面这个做相加，那这个等于多少？这个代表多少？这是负多少？这是1001，对不对？1001，然后呢就是这个，保存在做负的1001，负的1001，是多少？1001多少？1001，好，那 D 是多少 ？A B C D D 是多少 ？D 是不是13？直径位的13，对不对？13.9等于多少？就是4，对不对？好，也就是3.9，这个是3.9，知道吗？好 ，D 点九 ，D 就是我们的 A B C D 嘛 ，A 是10。B 是11 ，C 是12 ，D 是13，所以13.9就是4，就3012。好，所以我们现在把3012抓出来，3012抓出来就是3102，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3102，3102抓出来，再去从3102抓出东西出来，
这个才是我们要，对不对？要抓两次啊，先把三一零二抓出来，抓到 MD 啊，再把三一零二送上 MA 啊，再抓，抓到0005，哎，那因为这是 LDI 嘛，0005要放在哪里？放在这里，零一，是 R 三，啊，所以 R 三各多少？这个，啊，我们为了那个想用红字数。哦，那是最后一个主角就是我。那通常你的程式会在这个最后这个指令三连个 P 这边会有一个指令，是停的指令，停止。好，那我们有什么？所以你在再接下去的指令是三连个 P， 那这个指令是停止的。所以直接这个指令的话，它就跳回到你的程序。哦，所以指令你的程式做完了，然后你一看到就看到你的 Windows 的那个标志就出来，所以就程式就完了，就跳回到这个系统。所以你可以再直接下一个，行 OK 吗？哦，所以我刚刚就把我自己看到一部电影，然后我就这七个指令怎么样执行？你就一步一步直接给我看。那所以整个记忆体，还有这一个 register file 被变动，哪一些东西被变动？哦，哪一些东西受到影响？还有 PC 的值怎么样做变化 ？IR 怎么样做变化 ？MAR、MDR 怎么样做变化？你就了如指掌。哦，所以给你一个程式，你就可以哦，把自己当做一部电脑，你就可以来执行这个。要 OK 吗？哦，我是很想考这个，我是给你一个程式，然后你是从头到尾执行一遍给我看，我不晓得这个出来答案会怎么样。哦，因为你这样写很多啊，你像写一篇作文，对不对？啊，考试上面怎么写一篇作文？第一个直接数据，然后但是你只要能够把这个做一遍呢，哦，你就很难。哦。它剩下的只是说这个指令在增加而已，变得比较复杂。但是中间的过程，基本上一个电脑就是这样做。哦，所以没关系，你假如这一次听了有一点迷迷糊糊，我们假如有空的话，我们会再用另外一个程式，好给他们。啊，再把指令增加一点。哦，那哪些指令就是这样，人家 control 的指令，再加进去。你会觉得哇，这个程式更好玩啊！那以后再加上 I input output， 哦，又更好玩，这程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执行的过程跟它的原理过程一样。好，我们休息一下，好。